最后一场，睡了又睡了。抓到，直接抓到，抓到谁？抓到了凤梨的鸡腿。我跟你讲，哎、欸，我跟凤梨讲一件事情。我跟凤梨是恋人，然后我们对话，我是开始说你，然后凤梨就说我爱你。我说你等好了吗，宝宝？就拍自己。哎、欸，我上面还有谁？自己诚实讲哦，我都有记上面的几个人。你记一下，我去上个厕所。啊，有一个已经去上厕所了。那哎、欸，那我们这边投他。他一定想不到回来他被丢出去了。看你鸟，我直接投，还敢去上厕所啊？人都死了。都没报哎、欸，怎么就上去上厕所啊？嗯，我让他永远去上厕所了。好，让他厕所来一个，真的啊，不是哎。欸我们这边，我问你哦、喔，你今天尿急啊？你旁边有人干喷着血趴地上，然后你会说我去上个厕所，回来大家再看一下这尸体发生什么？不可能嘛？等一下就说那个我们都尸体了。好 ，OK。哎、欸，上完了没？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我们都尸体了。啊，你们都尸体了，好，我也要尸体了。傻小了，哎、欸，在干嘛呢？人家不在山路上倒杯哦。哎呀，我们的石柱子扭歪了，好奇怪，魔兽师太屌了。那刚刚那边是谁杀了凤梨？等一下，我这个拍桌，大家认我铁好了吧？来，你聊一下，你聊一下。好，那我讲一下为什么我是铁好，因为我拍的这个桌我是铁好。这里剩十个人，如果我们刚刚丢错，有三狼，他们三个砍下去，接下来你就拍到尸体，你丢了一个狼，剩六个人，六个人之后，他们是按级任务，再双刀，剩四个人，游戏结束。所以我拍这个桌铁好，怎么样？可以吗？不说你可能是扫地工，然后你想要浪费拍桌的次数，然后因为你知道你是扫地工，所以你拍了这个桌，然后你知道里面还剩三狼，然后一个投错的话，那我们死定了。我真的想一棒把你这条路打破头。我再讲一次，这里剩十个人，如果我是扫地工。我也会去刀三刀，这里只要刀三刀拍到尸体，就算丢到狼，游戏也结束。所以我们这里一定要丢到狼，因为阿坎在我旁边那个是好人。你们还有要聊凤梨的尸体吗？有。那就你就是该要让阿旺说吗？阿旺不是第一轮拍到尸体的吗？然后我在讲这边的好人有鹿、我、紫色，还有我。我嘞。我想一下，其他人呢？我们游戏走下来的路还在后面都没走到。我单走，不要，先不要管我，你们先聊聊。那你怎么能一开始认那么多好、啊？好，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认那么多好。我直接讲了，你说你跳恋人，我信你好。紫色给我盾，我认他好。为什么其他人我认不下？因为他们没有跳身份，他们死了也不关我的事。暗杀者要杀就去杀。来呀、啊，你要聊，再来聊啊。看他，你再继续问啊！对啊，你继续问，大家就一直死啊！不是啊，不跟他聊，再继续问啊！为什么我不敢保兔狗跟阿布丁丁？没跳身份嘛？啊，他们跳身份，你一定要我讲，我讲了啊，他们死算你还算我的，算你的啊！算我的，算我的。啊，我也跳身份啊！我是冤家，我俩是冤一个啊！不是我，我是冤家，我才是冤家。我刚刚戳了那个阿布丁丁，他一开始第二轮往右边靠的时候，我戳了他，他是绿的。我在这里，我会跟着紫色投，不管他投谁，我投谁，因为他是医生，他绝对铁好。那我们这边投女优，好不好？他都不讲话。好，哎、欸，可以啊，好啊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好不好？下一个来，对啊，不行，这边有人家不动，不能，谁不能不能？对啊，为什么啊？哎、欸，不行，我要投他，不可以。嗯，你们谁说不可以的？我一个一个抓出来，谁说不可以？嗯，真的不行吗？其实那我就。
我偏不信他不行，我就试试看。再拍一桌 YouTube 好。不要这样啦！不要不要不要再拍了，有种举我啊！不要了，不要拍了。看到毛？没有毛。看到什么？你就直接讲，就直接讲看到什么。那个裙子跳地洞。你看错了，你瞎了。你瞎了，说得好哎、欸，其实我相信你了，你瞎了好真诚哦、喔。你瞎了，那那就发布停止吧。哎、欸，想要给你一把，给你一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那我丢其实喽，因为我都要故意。到底为什么会是头丢我、啊？要助攻！要助攻！阿土，你还是为什么？我错过了，我错过了。等一下，我们一个，我们还有时间，我们可以一个一个讲，好不好？对，那阿布丁是踩起司嘛？对。然后在会议桌没有看到他跳地洞，好吗？你一定看到。我看到触口上来，所以现在有两个人认为阿布丁丁看错了嘛？我一直在会议室啊，起司跳地洞，他说的位置在左上吧？对啊，他说起司跳地洞啊。他不是在会议桌哎、欸，为什么会聊这么远呢、啊？对啊，为什么我在会议桌，然后是踩我、啊？好奇怪、啊。他是说起司，不是说触口哎、欸。我是说起司没错啊。要对阿布紫色在跟谁说话？紫色在踩我啊。哎，所以小光，你真的没看。我没看到，但是我可以跟你丢啊。还是我都看错了吗？阿布丁丁，阿布丁丁，如果你要丢起司，我会丢你。阿布丁丁，丢错了，是我看错吗？阿布丁丁先丢错了。刚刚说兔狗是红色的是谁啊？我啊，我要去丢兔狗。那我随口一说的，怎么样？看错了。哦，那随口一说的，那就丢起司啊。那我们哎，哎，他随口一说，这个人很坏，那我们要丢他。啊！我会去拍桌是为什么？因为医生爆出来那个兔狗狂奔着我，我怕了。啊！现在投胎我，我现在投几次？投几次啊？等一下，大家等一下，这边我们不能投几次的原因是因为。紫色是军医，起司是被紫色保住，我可以认定紫色绝对是好人的身份的话。我不懂为什么投我、欸。可是兔狗是阿高是随便讲的，所以我们这边就投阿高是吧？阿高是乱讲一个通，不是吗？他不是说是要投，是投是投阿高是吧？那我们猜，终于在大家这么激烈的最后面，我们决定投谁呢？很好，我决定投我自己。怎么啦？哈哈哈哈哈！怎么啦？这是什么投我啊？我怎么没错？哈哈哈哈哈！阿布丁丁。我没有投起司啊，我投助狗啊！啊啊！我怎么没有跟你说？我人就没了。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。那没办法、啊，谁叫你上厕所？啊，不是我，阿汪不是说他报那边的人的资讯吗？我想说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报完了，我刚问大家在哪里，全部人讲完，然后我说大棍在哪，没有人说话。大棍在哪？啊，我要投你喽！没有人说话，我就投你了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怎么又开始了？我啊，可是人不是我杀的、啊我什么都没做，我什么都没做，我就说出这个啦，你不信。